来，快快快快快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铲屎官杨哥。很多网友都想看小号楼了，那么今天他来了。最近小号楼呢有一点不太好，哪里不太好呢？是他的腿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你们能看清楚吗？这里的伤口，这边一条，两条啊，不是一条。然后这里也有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。这里，我现在给他用的是这个进口的药，就这个药，帮他每天涂一下。就这个啊，已经帮他坚持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，现在已经算好很多了，之前还要严重。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没有，就是这个挂腿在这个上面的后腿，因为长时间跟这个接触摩擦，就把腿给磨伤了。哎，你说小号楼吧，天天在小车真的也不行，但是不坐小车吧，坐那个小棚子里他又想出来玩。我们现在基本上隔一天放一天，有的时候他实在要出来嘛，就两三天，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很容易磨伤。我们现在帮他去改装一下吧，尽量的帮他这个改一下，能对他有所帮助。 Hello， 帮你坐小车改装一下啊，把这个一分为二，剪掉四个角。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粗暴啊，就这样把这个塑料瓶这样卷在上面，然后用那个绷带把它缠起来，这样它的面积就宽很多了。这样给它缠起来，一定要多缠几圈，缠得牢。看看这一个缠好了，很宽很宽啊，是差不多这个的三四倍这个样子。这样的话应该会好很多，你们认为呢？ Hello， 帮你弄的小车开不开心啊？帮你弄舒服点啊。这两个基本上都好了，我们现在给浩楼试一下，你们看，这样他的腿呢，就上课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到这边，感觉好是好一点，但是好像不是太完美，你们看呢？